去年庚子鼠年，风风雨雨，病中有已，羌戎旁氏，辛丑牛年，望向更新，又是一年美好的开始。Arctic Green Energy，冰岛北极绿色能源有限公司，十几年以来，跟中石化新兴合作，在中国开发地热供暖。获得了很大成就，已经成为全球规模最大的地热供暖公司。在新的一年，我们会让更多的中国老百姓享受地热清洁能源的温暖。祝福伟大中国人民，欢欢喜喜过大年，万事如意。牛气冲天！